至没有要结婚的打算。每次吃饭就把我带到附近的商场看婚戒。我二十几岁就跟着你，干哪都31了。说他父母得了肿瘤来骗我。我着急。他的急躁脾气是你逼出来的。我都以为你真的不要我了。如果要走向婚姻，要志同道合。我也是很愧疚啊，心里面也很难受啊。他现在有没有权利不再等你？欢迎收看重庆卫视《大声说出来》，有请主持人龙勇。谢谢。心理疏导，构建和谐。欢迎各位收看重庆卫视《大声说出来》，我是主持人龙勇。节目开始，为您介绍一下场上四位嘉宾：百合网首席情感专家周小鹏小姐，心理专家雷鸣老师，影视演员吕嘉荣小姐。来，我们大声说出来，情感导师涂磊老师，欢迎您。好的，接下来我们认识下面的这一对倾诉人，听听看他们的压力是什么。短片来了解一下压力倾诉。我现在已经有十多天没回家了，给他打电话，他根本就平静不下来，他一直不停地闹，不仅找我闹，还找我爸妈闹，搞得我班都没法上。我跟他在一起都已经4年了。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要结婚的意思，我都主动向他求婚，向他提出结婚，他也是不愿意。我已经都31岁了，身边的同学朋友全部都结婚生孩子了，我真的不想再等下去了，要么结婚，要么分手。我现在不是不想和他结婚，因为我目前什么经济状况，他也很清楚。我希望他不要再跟我吵。再跟我闹了，大家真的想解决问题的话，就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不要再像之前一样逼我了。我们请两位倾诉人上场来告诉我们答案，欢迎他们。这位是天赐啊，主持人好，各位嘉宾，玲玲也欢迎你啊。是你被逼得很难受是吧？对，说来看你的压力是什么？就是目前我还没有结婚的想法，还没考虑成熟嘛。然后就是他一直找我的朋友闹，找我家人闹。嗯，半夜3更给我父母打电话，就是叫我回来跟他结婚嘛。嗯，那我问一下玲玲啊，为什么那么着急结婚呢？因为我现在已经都31岁了。嗯，我跟他在一起也快4年了，他一直没有要结婚的打算。身边朋友同学啊全部都结婚了，我家里人也比较着急。不是，我不是不想跟他结婚。嗯嗯，我是最近就是各方面条件还没有成熟。他每次都是拿这个理由，他就说什么经济条件不好啊。我说我跟你在一起这4年来了，嗯，一样的，你经济都是这样子，我一样没有离开你。你说你之前拿了各种方法经过逼婚有意思吗？去年5月1号我和他去当那个伴郎和伴娘嘛。嗯，当时有一个就是有个互动环节，就手捧花啊，他当时就心里面特别感动。接到了，对，他回来就跟我说，他说我们第二天去登记结婚吧，我就说再缓缓吧。他当时就生气了，拿着就是之前看的那些楼盘一些资料啊，拿着就从窗户一下丢上去了。那当时的时候是我们去一起当伴娘的时候，我拉着你手一起跟我去抢那个手抛球的时候，你当时就甩开我的手，你说这是年轻人干的事儿，那意思你现在就嫌我老了是吗？到了晚上的时候，朋友都问我们，他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呀？嗯，他就说快了快了，我当时一下就特别激动。哎，我当时只是为了顾及你的面子，顾及你的心情啊，我怕你面上挂不住嘛，我才这样。我面子挂不住，可是我当时就当真的，回来我才开始去收集各种资料，我就拿给他看，摆在他眼前，他装瞎装聋不看，我说什么话他也不理我，也不怎么样。是急啊，你想个原因没有呢？干嘛不结婚呢？4年了，不爱我了？心里有这样的怀疑，嗯，所以我才要逼着他结婚了。之前跟你说的很多遍了。你也不能就是每次吃饭就把我带到附近的商场干嘛去？去看那些婚戒。买了没有呢？啊，只看不买。
那营业员多伤心呢。但我就想看他反应是不是有那种要跟我结婚的打算。我是有跟你结婚的打算，我但是我是说目前还没有考虑清楚嘛。哪一次你不是说的时机没成熟啊？我只是想跟一个更好的生活而已。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啊，我只在乎你是不是能跟我结婚。我想要一个家，我想要我跟你的一个家。我知道你想一个家，但是你给我一段时间考虑一下好不好？多长时间嘛？就是因为目前我也在给婆婆做点做生意，小生意嘛。对，赚了钱没有？还没有。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赚钱？这个不好说，努力吧。对，努力中。不是，那干等啊，都31了。对，31了，我20几岁就跟着你。我也知道你20岁就。我20几岁是一个姑娘，我觉得无所谓，等一年两年行。我现在31了，我马上奔4的人了。我知道你等不及了，但是你为了联合你的家人对我进行逼婚呢。你的姐姐姐夫去年嘛，国庆节结婚嘛，约我出来吃饭。期间他的姐夫就说我们国庆节就要结婚了，干脆我们到时候一起办，来个双喜临门，大家就比较喜庆一点。当时他没跟我说，突然把我约出了，我感觉就是你们三个人在给我摆鸿门宴给我吃。当时的时候我是自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我们在结婚的事儿了，我就说把你给带去，我姐他们可能会说一些就是他们现在就是马上要结婚的那种感受，引导你进入这种感觉，你就想着也行，我也是该结婚了，我也年纪也不小了，我就想的是这样。你知不知道你姐夫怎么说的？你是个男人，你就把那个户口本拿出来。你是个男人，就得对这个女人负责。我的感受，你当时你有没有体会到？是那件事情确实是不对，我不知道我姐夫会那样做。当时我姐夫也不就是喝了酒了吗？那你们当时的时候，我们在那儿聊的时候，你也没有跟我们一起说话，也不搭理我们，完全。为什么在这么激将你的情况下，你还是不结婚？不是不想结啊。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就是想和他好好过日子，想跟他结婚的，我拿了银行卡给他。哪知道我上午给他，他下午就拿去订房了，还交5万块钱定金。你都把卡给我了，那肯定就是这钱在我这儿来了呀。你最起码像买房这么大的事，你好好通知我一下吧。跟你说了，你会同意吗？我就想着，就我当时我给我姐打电话。问题是，她上午才给你钱，你怎么那么快就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房子呢？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她把那个银行卡给我了，而且里面还有钱。对呀。我姐说，那你现在就过来吧，你来我这边，就是我们小区买。但买房子是一辈子的事儿，你不要跟她商量一下吗？我当时只是想的，就是把那个钱交了定金，回来过后再带她过去看。定金是没法退的呀。我跑去销售部退，别人都说先生不好意思，你这个已经签了合同了，我们这退不了，搞得我销售部大闹一场。你大闹了，那你回家的时候他就对我发脾气，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过那么大的脾气。当时也就特别心疼，那就怕嘛，他就逼着我给销售打电话。我就说，我说这钱都已经交了，之前早点给我打电话，不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吗？我当时想的就是行了吗，像那个定金交了过后退了没有？后面退了。怎么退？就是求那个销售员说了很多好话，后面就没事啊。反正总之这事是解决了，这后面解决了。没错，这事情是解决了。他后面你知道整出现什么事吗？又咋了？他拿朋友那个怀孕的册子来给我看，他跟我说：“你看看，2格了，我怀孕了。”你当时跟他怎么商量的来着？就说我就是劝他去做。那你为什么没朝另外方面去想呢？因为我目前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啊。你要多少钱才能生个孩子结个婚嘛？自己就是说生活都比较困难，怎么去养小孩呢？你也能不能给咱一个量化？第一，你月收入多少钱？4000吧。玲玲的呢？我就是自己有个小卖部。好，过去有积蓄吗？有是有，但是后面做生意都基本上都就赔进去了。你一定要有你认为足够多的经济实力来垫这个底儿，你才是结婚。我是想跟他一个很好的生活物质条件。什么叫很好的生活？好歹有套房吧，小孩去幼儿园好歹是开着车去接送吧。那玲玲，当你听到说自己心爱的男朋友啊，连这个事儿都最终还是要你去做，当时我就不知道要怎样来形容自己了，我就彻底的觉得失望了。一个男人能做到这个份上，我心里想的就只有一种，他已经不爱你，他不愿意跟你再过生活了。我怎么不爱你啊？你知道你失踪4-5天，我有多着急吗？你身边的朋友，我每个人都挨个的打遍电话。后面就偶尔发现我的朋友跟你聊天，聊天上是吧，你还在跟你的朋友漂流。我当时一听见漂流，他
我当时就懵了，你不是刚做完怎么还漂流啊？甚至这样，我当时就感觉自己被骗了，又被他刷了一刀。不是逼得没办法的时候，我会拿出自己假怀孕的事儿吗？你俩有没有好好坐下来商量过？哎，当下我们要不要结婚？我们谈不到一块儿去，一谈到一块儿去，他就不说吗？谈过，他一谈到这一块儿去的话，他就不说话了，就我一个人自卖自夸。不是我不说话，他一谈他就很激动啊。你哪一次不是说的钱的问题？哪一次不是说，哎，我现在没房没车？嗯，我跟你不是因为房因为车在跟着你在一起。我认识你的时候，没房没车是一样过，但是你没有考虑小孩现在出来过后，是不是多惨了、啊？走路上学，他谁不希望老爸开着车去接他呀？谁都希望这样、啊。我小时候就是走路上学，也茁壮成长了41年，也没落下什么病根儿。没错，可以真的。到底这个女人身上有什么硬伤，就让你这辈子就不能娶她？你给我们说一说，就是他的脾气。脾气这东西你早就知道，不是现在才知道。还有一点就是特别不给我面子，在外面的这个也是一个人的修养问题，这你也应该早就知道。还有什么？还有我就觉得我跟他俩在一起吧，就像是在搭伙过日子一样，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说钱方面各用各的，就是说在钱这方面他更多的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你，是这个意思吧？比较自私。那你说出个例子来。我跟他一起去逛街嘛，就是说他看中什么我都比较舍得买，就是他给我买的都是10块钱三双的袜子啊，要么就是10块钱一条的内裤啊，就从来没给我买过那个什么像样一点的。我就觉得那我自己也没给我自己买啊。他觉得对自己爹妈特别大方，就这一点。我不对我父母大方，我对谁？这么说吧，我尝试着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知究竟。首先怎么认识的？互联网上认识的。那段时间我就是做生意亏钱，然后也没什么心情去好好的工作嘛，然后就去那个网站去看一下，一看一下，哎，这不就跟我平时就是我住的附近的那个经常去买那个烟酒的就女孩有点像吗？嗯，然后我就去问她，她说是我，还挺巧的、嗯、时间久了嘛，就约出来吃吃饭看看电影嘛，然后就自然而在一起了。你觉得她哪儿好？她每天晚上在这陪我唠嗑啊，就陪我说话呀，就是东聊西聊的，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一天下雨吧，那天也没什么生意，他就直接那天雨特别大，还去给我买饭过来吃。嗯，我自己一个人在重庆，自己觉得也不容易，就是平常也没有人就是那样子来关心你，慢慢就走到一起去了。刚开始挺好啊，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尴尬？去年就是参加我朋友，就给我朋友当了伴娘嘛。嗯，那时候我是突然间就有个感触，我也30岁了、嗯、我着急。才30岁吗？因为我家里面给我的压力也挺大的。是吗？父母亲也催着你要结婚？就前段时间我妈还有就我外公舅舅他们都给我打电话、嗯、都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嗯，我只能说我说我自己不愿意结婚。我知道，现在 我知道你急啊，你急的话，但我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你急的话，你家庭条件你是了解的。你急的话，你又不能拿你父母的事儿，说他父母得了肿瘤来骗我这个事儿啊。再编什么谎话都不能拿父母亲的健康来说谎啊。这件事情，当时是我真的我在店里的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是说的她得了一个肿瘤。慢慢说。我妈当时跟我说的，因为我妈当时她也不知道那是肿瘤，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肚子里有个肿瘤，我一下吓坏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给她打的电话给她说的。但你当时也不确定是吧？回家过后我妈才跟我说清楚，她说不是肿瘤，是一个结石。啊，还好还好。嗯，我当时只是把我妈的话拿出来说，我着急了，我不知道跟谁打电话，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好，没事，天赐你也回来，我知道你的心情啊。你刚才那个举动让我们很钦佩啊，因为在咱们这个舞台上有很多看着自己的心爱的爱人在泪流满面的时候无动于衷。对，我其实觉得她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女孩子。嗯，她跟我说结束后面回家过后我才知道清楚，马上我又在想我是不是给她打一个电话说清楚，我们之前就因为上一件事情很久他都没理我了、那我就我怎么样理你嘛？啊，你哪有随便拿父母的生命开玩笑的啊？你那么久也不跟我联系了，你考虑一下我吗？我都以为你真的不要我了，你现在好不容易来转到这个态度来，连对我来关心我，
而且来跑到我家里面来看我爸妈。你平静一下，平静一下，不要哭了，好不好？好好好好的说，好好的说，好吧？哎呀，其实我觉得看到你们俩这么吵啊，其实我蛮心疼的。我们尝试着在今天这么一个氛围当中，有四位嘉宾坐这儿，帮你们分析分析，减压面对面。你们俩这样的关系，你觉得你会幸福吗？即使有一天你们真的结婚，你把他逼疯了，你觉得你们幸福吗？那是另外一个更大的悲剧的开始。你不幸福，你的父母也不会幸福，到最后这就是一个满盘皆输的一个棋局，不是吗？就如果说你今天确认你自己真的很想要结婚，如果你想好了，那你可以去这么做。如果你可能现在并没有想好这个问题，你只是因为外界的压力，什么年龄啦、家庭啦、钱啦，这个乱七八糟跟你心声没有关系的一些原因去做的这个决定，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先想一想这个东西，想好了再想怎么做。我觉得逼婚没问题，但得看怎么逼。如果你把对方逼得天天往后退，那不叫逼。最好的逼的方式是你主动吸引他，他主动愿意跟你结婚，那才是一个很好的逼婚策略，就是你以不逼为逼。这样的话他跟你结婚你真的可能会幸福。但是现在有一个前提是，你所想嫁的男人真的一定要100%对你好。如果他对你不好，逼了干嘛呢？逼了没用的。虽然说的确他有对你很好的地方，刚才他也表现出来，你一哭他就过来，但是我觉得他过来的身体姿势特别生硬，他不是一个真的心疼你，他只是过来表现你看我是不是在关心你的，都是因为你逼我，不是我不愿意跟你婚姻。所以我奉劝你的是，如果他不愿意跟你结婚，你不如好好先做你自己，你一样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去寻找真正爱你的人，想跟你在一起的人。但同样我想告诉给天赐的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女人哪里都好，就是脾气太急躁了，你千万记好了，她的急躁脾气是你逼出来的，因为她在逼你的同时你也在逼她。我可以试想的状态是，你越是往后退越是不同意，她的脾气就会越急，越急，急到最后有可能你们再拖一年或者再拖两年，你们两个还是走不到一起。那这样的话最后你们都会认为对方是最恶毒的人，但其实并不是对方是最恶毒的。有些时候可能爱情到最后分开了，是因为自己有些时候把爱情逼到了绝路。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好好想清楚，希望你们能好。首先我们来看几个事实啊。第一个事实就是，即便是她怀了你的孩子，你也让她打掉，你也不娶她，对吗？不是，不是那个意思。我你这样的事情你做了，因为当时你真的相信她怀了你的孩子，而在你真的相信的情况下，你跟她说你打掉吧。但是我也是很愧疚啊，心里面也很难受啊。我想你愧不愧疚是你的事儿，这件事儿你做没做？做了。好，那么既然她怀了你的孩子，你也可以让她打掉，不娶她。那现在你不妨授权她，可以离开你去找别人，授权她吧。你别做任何无限期承诺啊！我有一天我会娶你的，别来这个。没有，他现在有没有权利不再等你？有。那好，只要你觉得心不疼，现在你盯着那双眼睛，用你的嘴，用中文面对面给他这个授权。来，这话我说不出口，但是你再做。玲玲，我知道我所作所为可能现在感受一下心里什么感觉。来来来，然后你再体会一下你面对面授权的时候你对面那女孩心里什么感觉。走着。哎，这滋味尝尝，味道好吗？难受，确实很难受。别哭行不行？今天这么多老少嘉宾，你不要这样，别哭了行不行？你先回来，你要不先回来，你要不就放了他，你跟着你这叫什么？你给人留条路走成吗？我也是男人了，有血有肉的呀，这样更不是男人。
就是因为你老想把自己标榜成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你就觉得啊，我不能跟他分手，一直把他耗到50岁、80岁、90岁，直到你找到你想要爱的人。没有没有，我不是想耗着他，我确实不是想耗着他。那你就是这么做的嘛？你不想耗着他，但是你希望他主动跟你提出来分手。如果我提出来对他说的话，因为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这个话我说不出来。那你就跟他结婚啊。这个玲玲啊，这辈子接下来不嫁给他，咱另打一主意。打过这主意吗？没有。现在想想，31了，有多的机会碰上另外一个男生，重新开始一段恋情，因为你等他没头，你也算是把该想的主意不是都想了吗？你要想让一个男人上赶着娶你，前提条件是你可以不嫁给他。当你非嫁他不可的时候，你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我想问一下女生，你为什么要结婚？因为我想跟他组建一个家庭。除此之外呢？家里的压力，我爸爸出了车祸，我们就现在就是一个瘫痪。他有没有去照顾过你的父亲？有。给他擦身子，像护工一样。这个男人不是没有感情。对。你的母亲现在是什么状况？妈妈没有工作，我妈就在家里面。所以其实更多的一种情况下，你所说的组建成一个家庭，还有一种很大的原因，你的结婚目的是希望这个男人更多的帮你扛起整个家庭的责任，有没有？有。我不能说这是不厚道的，我只能说在两个人的婚姻之外要承担大家庭的负担，这一点是有一点点自私的。虽然他无可厚非，在这个时候彼此之间恋爱时间还不算太长，还没有谈到要结婚的档口的时候，这个男朋友因为这个事儿而退缩，你不能去谴责他，他有他选择的理由。他觉得我没有那么伟大，我承受不了这样的家庭压力，我只想谈一段简单的爱情。那么在情感上他是负了他，但是从人道义上我们没有资格去谴责他。每个人去想一想，当你去结婚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毫不犹豫地答应结婚？所以这个东西是别人主动去扛就说得过去，你要别人主动过来承受，这是不道理。这是为什么要结婚。第二，结婚一定是双方自愿，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埋怨。第三，什么时候结婚最合适呢？有一句话叫做年轻的时候太早，年纪大了已经晚了。那什么时候才整整好呢？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误区，就像女生的什么年纪结婚最好，我到底是年轻一点结婚好呢，还是年纪大一点结婚，我已经等不及了。他以年纪为标准。还有一种说你男生的条件，到底是先成家后立业，还是先立业后成家？其实这两种都是误区，那都不构成婚姻非常充分的唯一标准。是否愿意结婚的唯一标准，就是当你们情投意合地迈过了爱情的热恋之后，如果要走向婚姻，要志同道合。这个志是什么？就是我接下来我要说出你内心没有说出的话。这个志就是搭伴在一起过日子，而不会像某些人自私。自私的情况下，双方就没有所谓的志同道合。其实，在财务上这一块来看，女生非常自私。男生对于女生来说，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经济要求他都是予以符合的，买礼物也好，生活物资也罢，但是你要从他身上抠出一分钱都抠不出来的，这是事实吗？是的。所以在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两者合在一起就成为了他不愿意结婚的一个主要理由。这个男生不是没有感情，如果他没有感情不会那样去照顾你的父亲，他如果没有感情就不会如此的去纠结。但是在志同道合这四个字上，你想想你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把他融入了我，把我也融入了他。我只是现在是把钱看得很紧，就是你看得紧没有关系，那是节俭，我完全赞同。但为什么男生去遇到一些紧急关头的时候，为你借500块钱，你是一个字儿都不给？为什么？因为当时他来就跟我说，直接跟我说，你给我拿1000块钱来。我当时说的我要还给你的呀。
你说还给我，你当时来的时候，我那天确实也没有钱。行了，这个争就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今天他没有愿意说出来，我做了一回丑人，我把这两件事说出来了。第一是结婚的目的是要你承担更多大家庭的责任，第二是有关于利益上的自私，我把这两点事我帮你说出来了。但是你们依然要思考我刚才所说的这三个问题，想清楚了这三点就好聚好散，今天就做个了断。希望今天你们能够做一个对对方而言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好吗？来，请去密室里。天赐，请在大声台上大声说出来好吧。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哭了伤疤，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玲玲，有些事情呢，我是不愿意说出来，因为我怕说出来更加会伤害到你。选择和你在一起，就要承担对你家庭的一些照料，因为我目前我还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感情，慎重做出的这个决定。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天天，我知道这些年我们在一起不容易，我现在知道我有很多事情我做错了，我不应该那样逼你，我现在不逼了。好，我们回到现场来啊，100位观众，如果大家支持和赞同，我是指他们以结婚为承诺的相处的话，请在表决器上按赞成键。如果大家连他们甚至都不合适在一块儿，请按反对键，请按键。看得出来，赞成48%，反对52%，彼此之间都很纠结啊。天赐，待会儿你有两个选择：第一，我们就分开吧，那你就转身离开；如果你还想继续坚持和琳琳在一起，那就摁一下这个红色按钮。红色按钮摁下之后，密室门会打开。琳琳也有两个选择：第一，留在密室当中和你各走各的人生路；要么她走出密室，应承你刚才所说的你的带有结婚的承诺的继续在一起。好吗？好，来，接下来请为天赐升起选择柱。请选择。我还是选择不按，基于对他负责任的情况下，那是转身离开。好，再见吧，天赐。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能理解。我这样逼着他去结婚的话，即使结了婚，也没有意义了。祝他过得好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认识下面的这一对倾诉人，听听看他们的压力是什么。短片来了解一下压力倾诉。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和我说分手，其实根本没必要。我们之间很多事情都是误会。他心里一直有别的女人，这是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
糖糖和小李是一对相识相恋一年多的恋人，眼看着甜蜜的爱情稳定而幸福，但半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情让这段感情陷入了分手的危机。我在努力的不断的改变自己，但是在他心里我永远不够好，永远的无法替代他的位置。现在我是不想再改变了，我只想让他变得更适合自己，更好一点，我就希望他能够理解我一下就行。好，接下来我们欢迎两位倾诉人上场，欢迎他们。咱们先接着姑娘啊，糖糖啊，这是小李啊，欢迎你们二位啊，来说说看压力是什么。是他一直在误会我，我不想让他一直在误会下去了。嗯，我想让他知道我是一直爱他的。反正我就不想按照以前那样了，剪头发只是我现在要改的第一件事。你剪一个头发就能做回真实的自己吗？说起这头发，因为我们之前吵架嘛，有点小矛盾就冷战。嗯，冷战大概都一星期没联系了，然后他就给我发微信说出来吃个饭吧，那个我们好好谈我们之间的事儿。我寻思着那行啊，好好谈谈呗。下了班我就如约到那餐厅了，结果你还带一朋友，你说你跟我谈你还带什么朋友啊。嗯，我刚坐那儿他就瞅见我，然后那表情就特惊悚，直接跟我来了一句，你看你头发剪的跟那狗啃的似的。怎么就跟狗啃的似的了呀？那狗啃头发就是这样吗？而且朋友都是熟人，但是真的是你哪怕提前告诉我一声说啊，那我剪了头发，咱们俩在一起一年多了，难道你就当我是空气吗？就你剪个头发多大点事儿啊，还得跟你商量啊。你再说了，你朋友在那儿，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尴尬，就一个劲儿的就没完了，就说你说你说两句就算了，然后接下来话题基本上都是你这头发就老太婆才能剪，丑得要命什么的。我是当时是特别被震惊到了，大家没看过他长头发的照片什么样，他长头发的时候是披肩发，而且烫的是卷发，做了颜色特别漂亮，结果他突然就自己在家拿剪子突然就剪掉了。自己干的？没事，他之前我一直都是短头发，后来跟他谈刚谈恋爱那会儿，然后你就跟我说，糖糖你把头发留起来吧，你留长头发肯定特别好看。嗯，我当时一听我心里还挺甜蜜的，我心里想着行啊，留就留呗，他喜欢我就给留长呗，头发长得慢嘛。他还送了我一假发。什么样的假发呀？就是到腰嘛，那种长。但我是真觉得他漂亮，他适合你我才送你。然后你送我了，我拿着也没多说什么，关键是跟朋友一块约着出去玩，去那公园，他还跟我说，糖糖你把那假头发给戴上吧，我然后我就给戴着去了。你知道那天特别热，回去那脖子捂了一脖子痱子。其实我觉得大街上很多人你看都长头发高跟鞋，基本上恰恰咱这两位大美女她们还是短发的。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女孩不一定说所有人都要长头发漂亮或者短头发怎么样，但我只是觉得就她而言真的是特别漂亮，跟明星相比真的一点都不逊色。要我现在看我长头发的以前照片我就恶心，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嗯，我是真心觉得你留长头发比较好看。问题根本就不是头发上的，你以前就是让我按照别人的标准。我们刚认识那会儿，我是觉得她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孩，但她性格很好，所以我们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她在穿衣服打扮方面真的就是说，可能相对于来说比较差劲儿一点。这方面我怎么差劲儿了呀？你记不记得那一次我朋友结婚的时候，咱们去新娘子是焦点，结果她呢穿了一大红裙子，大家都不能想象，一大红连衣裙特别鲜艳。她会跟我说喜庆嘛，中国穿红的，那她还穿绣了一个凤，其实我觉得简直就像那个还珠格格里边那个小燕子和五阿哥结婚那感觉。然后有不认识的朋友嘛，或者是嘉宾嘛，就是说那种就是可能不太熟的嘛，新郎新娘，然后跟他去道喜，特别尴尬。当时，当时那个新娘子也就是说没说什么，比较大度说啊没关系。但是后来的时候，我通过朋友聊，人家其实很在意的。如果说你想想，我们结婚的时候，如果谁去了啊，在那儿抢眼球，那我们肯定也不高兴的呀。我真的是觉得对你好，想让你变得更漂亮。难道我也有错吗？咱俩在一块儿，你天天都觉得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就跟你在一起买的全都是裙子，还买高跟鞋来着了啊。对，就按照他想的呢。大冬天的北京啊，那冷得要死啊，我穿一打底裤，我穿一裙子。扭着高跟鞋出去了，多高的高跟啊？8厘米、10厘米嘛，基本上都是那样的。恨天高啊！对，哎呦，他喜欢嘛，他觉得我腿直穿那个好看。对呀，你说你这么漂亮的腿，你不穿高跟鞋不是浪费了？没想着我冷啊，我累呀。
其实我是觉得 OK， 那你看你身材这么好，可以稍微的修饰一下，我觉得这样会更漂亮。而且我带你出去见我的朋友，肯定是把你打扮得漂亮一点，这样就每个男人都会这样做嘛。然后我去给他就是适当的，我看见好东西我都会给他买。那会儿我们创业特别难，然后就我刚创业嘛，没有什么钱，我去托朋友给他带各种就是好的护肤品什么的，我花了老多钱给他买化妆品来的。是那会儿就是他因为刚创业嘛，我们俩都比较穷，资金就比较紧张。嗯，然后有一次他朋友是去韩国结婚度蜜月，他就悄悄让他朋友给我带了4000多块钱的化妆品嘛，我都不知道。嗯，然后回来之后送我了之后，我真是特别感动。从那之后每次跟你出去哪次没化妆啊，脸上画的现在都过敏了，长了一脸痘。我觉得他爱的根本就不是我，我在他心里就是一个别人的影子。影子，对，你觉得你是影子是吧？你觉得呢？他总说我是在按别人的标准去打造他，其实我只是想他变得更漂亮一点。什么呀，你听他在那儿说吧，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嗯，你把我打造的那个方向，让我改的那个方向，都是你心里头那个人的那个样子，你以为我不知道呀？但是我是没有说刻意去隐瞒，如果我要真的想隐瞒什么，或者是我要和别人怎么样，我就不会让他去我家。算了吧，你忙，你说让我去你家先等着你，就特无聊。然后我说看会儿电影吧，结果呢他那笔记本打开之后，那收藏夹特干净，就一微博还有一论坛全是他前女友的。我就点开那个论坛了，然后发现那 ID 里就有一个女孩，长得挺好看的。然后多好看呢，说实话，那女孩黑糖直长发，然后看照片就是挺高挑的，特别会穿衣服，就打扮起来有点林志玲的那种感觉，要就男生都比较喜欢的那种大家闺秀的那样吧。我吧就反正就大大咧咧的，最多小家碧玉。其实我特别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怎么做了呀？我只是无意间看见了，让我觉得你就是在侦查我。我们俩都谈一年多了，你分手都那么久了，你竟然还收藏他的东西，而且关键是收藏夹里就他的东西，你什么意思呀？你知道我的习惯，我基本上收藏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弄了什么东西，我就轻易的不会去动它。那个东西是我们俩在一起的之前，就是说那个账号已经是固定的了，我们大学的时候就有那个账号，很正常吗？我没看这个东西之前，我确实不会多想，但是我看了那女孩的照片。你见过他前女友本人吗？后来见过。在哪种情况下？他大学聚会，然后你跟他去了。我们5周年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见过。哦。但是我真的我不否认啊，我那次去那个同学聚会，我其实我就是想看看你前女友，就想看你心里女神什么样。后来你就带着我去买双鞋，又是买了一个超高跟的。上去完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一双鞋这么重要啊。我不是就1.63米吗？穿迷你鞋上去最多1.65米，有你女神。得有1.67米-1.68米吧，穿高跟鞋1.77米-1.78米了。好，我往他跟前一站，就跟一哈比人似的。怪不得你非得让我穿高跟鞋，你不就觉得我穿我没这身高就带不出去呗？跟人家差太多了呗？不就这个吗？我没有觉得你比别人矮在哪或者怎么着，我只是觉得你穿高跟鞋会更漂亮。咱们要出来去见朋友，而且是见很重要的朋友。那我重要的朋友就是你前女友吧？你看，你就什么事情都把他扯到他那儿去。前女友有跟你交流吗？说下这个还奇葩呢，你都不知道。我当我穿那高跟鞋，那新鞋不是打脚吗？后边就磨了泡。我说算了，我寻思着不走了，我就坐这儿歇会儿吧。不行，拉着我要去跟你前女友敬酒。你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跟你前女友敬什么酒呀？我凭什么跟她敬酒呀？你是介绍了他们俩的身份吗？当时的情况怎么样？过去了，那个小西，这是我女朋友，你觉得怎么样？就这种的。啊、哦，你说我怎么样、啊？小西，对。还让你前女友评价我怎么样？然后呢？怎么样嘛？人家就喝呗，还能怎么样？就那种的。关键是什么呢？还说着那个你不能喝白酒，来你喝这个。哎呀，真体恤啊！是不是？你那么体贴，你怎么不体贴体贴我呀？不是跟你说了我脚上有水泡吗？不想走吗？啊，你那么体贴的，人家都分手那么几年了，你还记得人家不能喝白酒？到我这儿了，那脚上起着泡，流着血，都得站起来跟他敬酒。那是用生命在敬酒。哎，为什么你把他介绍过去，你不说哎，小西这是我现女友，来我们一起干一杯，而是说，哎，我现女友怎么样？你到底想怎样？我觉得这是两个人礼貌性的，就是说，哎，你不觉得这句问话很不礼貌吗？什么叫怎么样？他要是带你去介绍给自己的闺蜜，哎，这我男朋友怎么样？
你不觉得很不尊重吗？是这样啊，前女友对现女友的评价可以作为一个行动参考，可以帮着她决定接下来是否采取一些摁捺了很久的行动。你比如说这个前女友对着现女友的表情就是呵呵，她什么都不会做，知道没希望。如果前女友对现任女朋友非常有敌意，哟，这就是你现任女朋友啊，比我当年差远了，怎么这样的你也看得上啊，他就会发现他跟前女友重归于好有可能，他作为一个行动参考。但我真觉得现在唐唐要比他好得很多。然后接着就是吃饭嘛，我们不是坐一桌，然后他前女友就在另外一桌吗？用你那余光就一直瞟着你那前女友你女神呢在那儿呢，你都不知道。然后还有就是有一男孩就跟他前女友就敬酒搭讪，嗯，他一瞅见我天哪，慌得不行了，拿着杯酒就巴巴跑过去，跑过去之后就拉着那男孩跟人家寒暄，嗯啊，跟人家碰酒，你不就是心疼了呗，可瞅见你那女神被别的男的搭讪了，你心里紧张了呗，就场吗？你不就这意思吗？我过去是为了见我哥们儿啊，我肯定要去跟我哥们儿喝酒啊聊天啊。然后他就说啊，我是帮那个女孩去解围了，不想那个女孩喝酒。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说、嗯，你心在哪儿看你怎么想，没必要就是因为很多误会导致本来咱们俩之间很好的关系然后越走越远。我觉得你以前就是不会干这些事情，现在就是说你所有的事情就感觉跟一个侦探一样，就是咱们俩出去活动只要有女的在场，你可能就会在我后面安一雷达。你女朋友在一个宴会上把所有的心思和眼睛放在你身上，这不正常吗？难道她要放到别的男人身上吗？我觉得到时候你有点不正常，你在那样的一个偌大的场合，你熟悉的氛围，但他是个生人，你应该处处照顾他才是，这才是你的重点，要不然你带他过去干什么？他是个摆设还是什么？他不是喝醉了吗？我跟朋友就把你送回家，你躺在沙发上，我心想着给你醒酒，我就去拿那毛巾刚擦他脸上，嘴里就嘟囔着你前女朋友的名字，酒后吐真言是吗？酒后吐真言，你觉得我可能吗？我又不聋，你喊没喊我不知道呀。我怎么喊描述一下。他就喊了一句小西。不可能，因为我喝完酒之后我从来都不说什么，直接 就睡觉。这没有第三证人了、啊、喝了酒不存在什么可不可能。我问你，如果你现在以前的女朋友回头找你，你愿意吗？摸着自己的良心说，你愿意不愿意？那你会怎么拒绝她？说说你们分手时的情景吧。就是太现实了，我觉得我那会儿经济条件太差了，我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他妈妈说，如果你想继续和我的女儿在一起，你就买一部车写在她的名下，就是类似于订婚吧。但是因为我们家是外地的嘛，而且小县城的条件也不好，但是我最后还是就是说我硬着头皮跟家里边去说这个事情，就已经准备就是凑够这个钱然后去谈这个事情。我还特意去约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请他的父母吃饭，然后谈这件事情。结果那天，那天吃饭的时候，他父母突然变卦了。他父母说，不行，你虽然有30万，你也配不上我女儿。你什么都没有，就一刚毕业的穷小子，你就没有前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了，收到一条短信，他跟我说分手吧，没有别的内容，就几个字，分手吧。那一段时间我是觉得爱情和我没关系，就我觉得只要有钱就会有爱情，什么样女孩都会。所以说参加这次5周年的同学会，你在你自己参加和你女朋友一块去参加的时候，你会特别重视。其实我是特别想带她去，我就想，其实我觉得唐唐她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嗯，他不会因为我的条件怎么怎么样，或者因为我的现状怎么怎么样远离我，或者是怎么样。后来我们在一起了，我觉得我找到这么好的女孩真的就是我的福气，那我帮猛桃让她变得更漂亮更完美，我只是想这样。好吧，简言面对面听听看嘉宾的意见。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伤害过我们，在人生路上肯定会有，但这些人也让你成长。真正报复人最成功最棒的一种方法，就是你过得幸福，幸福到完全忘了他。如果说你觉得你现在就是说你成功了，还要让他来评判说你是否成功了，那你其实是很失败的一个选择。
小李，你说你想对糖糖好是吧？你认为她是最好的女孩，那你能接受她想要的好吗？她喜欢短头发，她喜欢可能穿 T 恤、牛仔或者平底鞋。她从来没有直接拒绝过我说我不喜欢。现在呢，糖糖你想穿什么？我就想穿我现在这样的。那你能接受吗？我可以接受她现在这样，但是我只是觉得她那样会更美，我可以接受。为什么我会问你，你能不能接受糖糖现在这个样子？每个女人就有每个女人的样子。如果我觉得你很尊重糖糖的话，你可以给她提建议，说我觉得你长头发好看，我觉得你穿裙子漂亮，我觉得你穿高跟鞋漂亮，我觉得你化妆漂亮，但是不是强迫，因为你不是女孩，你不知道女孩穿高跟鞋脚打起泡那种感觉。她都已经提出来了，我脚打泡了，我不想穿高跟鞋，可你还要强迫她，其实你就已经没有尊重她了。因为你想的是你心里那个样子，未来结婚其实你是跟他的性格结婚，你不是跟他的外表结婚。爱情本身在一起，除了爱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彼此在一起舒服。如果爱在一起彼此都不舒服了，我觉得那个爱也不叫爱了。我问一下糖糖，你有微博吗？有。你的微博在他的电脑里被存在哪？关注的人里，没存其他地方，只是放在了关注的人里，跟其他他所有的朋友们在他关注的人里面是一样的位置，对吧？对。但是前女友的微博被单独留在一个很干净的收藏夹里，也就是说他对你而言跟其他所有的朋友们不一样。我没有下结论，你想对你前女友干什么？我是经常看。好，很坦荡，该坦荡的时候绝对坦荡。那是这样啊，几次他对你进行了语言上的不太好的形容，基本上他对你所有衣服的评价进行大量的消极评价和语言攻击的时候，都是你作为他的装饰品失败。所以我特别奇怪，女朋友在你心中是不是一个用来装饰的勋章？你没有对她进行呵护，没有跟他之间进行必要的感情互动。问题不是说他能不能容忍糖糖现在这样，是糖糖一旦就是这样了，他也不至于上去把糖糖的头发薅干净，他只会在一些时刻进行大量语言攻击。这些语言攻击包括当着一个朋友坐在餐厅里，你有病啊，跟狗啃的一样。这种语言攻击直到糖糖扔掉筷子，不想听了，受不了了，离开走为止。如果糖糖愿意保持这个样子，他会继续进行各种语言攻击，是吧糖糖？反正就是不好听，特随意，那话特别随意。所以那个问题我引申一下，糖糖如果以后就愿意这样子，你能不能保持不进行任何语言攻击，让他就是这个样子？可以，因为我们刚认识他就不进行任何表情上的无声的语言攻击，比如说一看不进行这种表情上的无声的语言攻击，让他做他自己，可以吗？他同意了，但是糖糖，我依然要向你强调，你在他人际圈所有的重要活动上，没有得到他的感情呵护，你只是在作为装饰作用，作为一个勋章，帮他长面子这个功能性上做得不好的时候，他立刻会特别夸张地对待你。你仔细思考一下你在这个人内心深处真实的位置，然后再做你的判断，好吗？你的前女友和她那个妈哭着跪在你面前，我们错了，我们当时瞎了眼，没有认识到你是个潜力股啊，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这样的画面如果真的哪天矗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说这样的画面你有没有营造过？我觉得这很不切合实际，我不会去营造这种画面或者想象这种画面。你有没有营造过或者是想象过他们终于有一天会后悔当初那样对你？你有想过吗？我只是想让我自己过得更好，我没有想过其他人。你看你的嘴总是容易出卖你的心，你那样想是很理所当然的，你那样想在最初创业的前期的时候你是很能够这样想的，
如果你不会想，也有可能那是之后，因为你真正的理解了幸福之后，你可能不会那样去想。但是事实上证明你一定会这样想。为什么？当你用语言来羞辱他的时候，就像当年你那个前女友和妈羞辱你是一样的。所有的男人都喜欢看美女，但是任何一个男人都不希望自己身边的女人总有一天整容成那个样子，这是调查数据所显示的。因为你身边的爱人已经丧失了他的独特的特质，所有的美女都是一个样，那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他。他之所以成为我的妻子，那是因为我喜欢他那独特的一面。所以我大概是不相信一个男生总是要自己的女人要打扮成什么样，打扮成什么样。那你喜欢他什么呢？你刚才说你喜欢他以前对于你的照顾，喜欢他的那种善良，但是我不觉得那是基于对一个女人和爱人的喜欢，是对于一个女性的欣赏。这个人性格不错，并不代表你是在爱。幸福的四大法则：心中无恨，脑中无忧，过而不悔，了而无憾。你想想看，这四点你有没有？我觉得你心中有恨。如果你心中要是没有恨，你不会那么的在意你前女友当初对你的羞辱，如今怀念起来你还是咬牙切齿。你脑中有忧，你生怕自己的女朋友不如前女友，你生怕旁边的人看不起自己，所以才对她严加要求。你对过去也一直有悔，或者你一直没有走出来，你是有遗憾。所以我可以说，你可能可以成为在工作上是个极为努力的人，你很有可能将来获得极大的成功，但并不代表你幸福。至少你身边的这个女人就没有感觉到被呵护。所以我想告诉你的小伙子，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就把你的事业和情感分开。你事业可以很成功，但成功的事业需要爱人的分享。爱人不是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所谓的装饰物品，一旦按世俗的眼光来看，丢了你的面子，你就开始恼羞成怒，而不是去好好的去呵护他，让他感觉到在我身边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窘境，我或者脱下西装，我或者做出一些行为，都会让你感觉到温暖。我觉得这样的男人是强者，否则的话你会很累。如果你那个前女友在五年之后的朋友聚会上带来了一个比你强上百倍的男生，那你心里又会怎么想呢？那你又要去比吗？不比，那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是别人的老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只要看好我身边的人就可以了。我不是说人不要奋进，但奋进与情感无关。那么接下来唐唐要去到密室里啊，小李啊，可能四位嘉宾的剖析或许是你从来的五年时间当中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但我们今天重新面对它，我们检讨一下自己过去在心结上是不是有些问题，有失偏颇，尤其是对待女朋友的问题上。好，大声台上大声说出来。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苦乐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你也没有穿高跟鞋，你也没有长头发，但我还是很喜欢你。一年多以来，我跟你说长头发你会更漂亮，今天到这儿我才明白，原来你并不喜欢我所谓的美丽。我想说，无论今后你怎么样，你喜欢穿运动鞋你就穿，你喜欢牛仔裤我陪你一起穿，你喜欢短头发就短头发好了。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可以打开之前的一切心结，我们继续牵手回家。
真的因为爱你做了太多的改变，但是你对我的这种美的定义完全是因为你心里那个影子，其实你自己也明白，不管你再怎么说这个是事实。我觉得我受不了那种三个人的生活，我没有信心。那让我们回到现场，如果大家还是希望他们在一起的，请在表决器上按赞成键，大家不太赞同他们继续往后走的，请按反对键，请按键。还是有过半的观众啊，63%的观众还是希望你们在一起啊。好，接下来惠民的升起选择柱啊，如果你想选择放弃，那可以转身离开，如果还要坚持心中的糖糖，那就摁下这个红色按钮，那密室门会打开。如果糖糖也想和你继续牵手，他会从密室中出来，如果他想和你分开了，那就留在密室里。好，接下来请为小李升起选择柱。请选择。请选择。希望过去参加同学会那种每一个指标你都要赢过对方的心情，从今天开始让这样的成功变得朴素一些，对待女朋友的这个情感再朴素一点，好吧。好，再见再见。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决定放弃，我只想要一份特别简单的感情，不想那么复杂，太累。中国故事，天下传奇，重庆卫视。